大家好，欢迎到 Sis Mandarin 来。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中文故事。Today, we're going to tell a Chinese story.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狮子和老鼠》。狮子和老鼠。A lion and a rat.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then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for future videos.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for this channel.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有一天，一只小老鼠不小心被狮子捉到了。有一天，一只小老鼠不小心被狮子捉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天，好，那一天就是 one day。有一天It's a typical way to start a story. 有一天，一只小老鼠，好，老鼠就是 rat, 小老鼠 little rat. 一只小老鼠，好，只 is a measure word for animals. 一只小老鼠，不小心，不小心，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小心，不小心 means accidentally, 不小心。小心 means careful, 不小心。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Let's look at the example. 他不小心摔倒了。他不小心摔倒了。He accidentally fell down. 他不小心摔倒了。好，摔倒 means to fall down. 摔倒。他不小心摔倒了。有一天一只小老鼠不小心被狮子捉到了。被狮子捉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捉到。捉到就是 to catch。捉到。好，被狮子捉到了。那这个被 indicates a passive structure。被狮子捉到了。Get caught by a lion。好，那捉到我们可以说猫捉到了一只老鼠。猫捉到了一只老鼠。The cat caught a rat. 猫捉到了一只老鼠。好，那如果我们用被，我们会说一只老鼠被猫捉到了。一只老鼠被猫捉到了。A rat got caught by a cat. 一只老鼠被猫捉到了。好，那我再来读一遍。有一天一只小老鼠不小心被狮子捉到了。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好，我们来看一下。小老鼠求，求就是 beg, 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求，求。We will say 求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求。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Let's look at an example. 他求爸爸妈妈给他买这个玩具。他求爸爸妈妈给他买这个玩具。他求爸爸妈妈。He begged his parents 给他买这个玩具。好，给他 here means for him. 买这个玩具，买 to buy 这个玩具，玩具 toy。好，他求爸爸妈妈给他买这个玩具。好，那小老鼠求狮子放了他。好，我们来看一下放。放 here, it means to release. 好，那这个放 has several meanings. It can mean to put. 我把书放在桌子上。I put the book on the table. 我把书放在桌子上。Here, 放 means to release. 好，放了它。好，那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并说将来一定会报答狮子的。并说将来一定会报答狮子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并说。这个并就是 and。好，那并说将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将来。
将来就是 in the future, 将来。将来，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将来我一定会去中国。将来我一定会去中国。I will go to China in the future. 将来我一定会去中国。一定就是 must, 一定。好，那并说将来一定会报答狮子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定会，会就是 will, 报答，报答狮子的。报答 means to return the favor, 报答。好，那我们可以说报答父母 to return the favor of our parents。好，报答父母。那并说将来一定会报答狮子的。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并说将来一定会报答狮子的。狮子根本不相信老鼠可以救得了自己。好，我们来看一下，狮子根本不相信。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本。好，那我可以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I didn't know about this at all. 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好，知道就是 to know, 不知道。Do not know. 这件事。好，这件事，这件 is a measure word for things. 这件事。狮子根本不相信老鼠可以救得了自己。好，那我们看一下，根本不相信，相信就是 believe, 不相信 ,do not believe。好，根本不相信老鼠可以救得了自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可以 ,be able to, 救 literally means to save, 得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得了。A verb plus 得了 means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This character here is pronounced 了, 了. It has several pronunciations. It can be 了. Here it's pronounced 了. 好，得了。好，那我可以说，你吃得了这么多饺子吗？你吃得了这么多饺子吗？Are you able to eat this many dumplings? 你吃得了这么多饺子吗？好，饺子 ,dumplings。好，那这个狮子呢，根本不相信老鼠可以救得了自己。但是他最后还是放了小老鼠。但是他最后还是放了小老鼠。好，我们来看一下，但是，但是就是 but。虽然他不相信小老鼠会救得了自己，但是呢，狮子最后还是放了小老鼠。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最后就是 eventually, 最后还是，还是 here it means still, 最后他还是放了小老鼠，放，我们说了是 release, 放了小老鼠。有一天狮子在森林中觅食，陷进了猎人的罗网。有一天，狮子在森林中觅食，陷进了猎人的罗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天，好，还是有一天 ,one day。狮子在森林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森林，森林就是 forest。在森林中就是 in the forest。我们也可以说在森林里，好，都是一样的。好，狮子在森林中觅食。好，我们来看一下觅食。觅食就是找食物 ,look for food。好，觅就是找，食就是食物 ,food。好，觅食。那狮子在森林中觅食，陷进了猎人的罗网。好，我们来看一下陷进，陷进就是 get stuck, 陷进，陷进。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汽车陷进了泥坑，汽车陷进了泥坑。The car got stuck in the muddy puddle.
汽车陷进了泥坑。好，那陷进了泥坑，泥坑，这个泥 means mud, 泥坑 ,muddy puddle。好，汽车陷进了泥坑。好，那狮子呢？它陷进了猎人的罗网。好，陷进了猎人，猎人就是 hunter, 猎人的罗网。好，我们来看一下罗网。罗网就是 net, trap, 罗网。好，我们再来读一遍。有一天，狮子在森林中觅食，陷进了猎人的罗网。它越挣扎，那张网就把它勒得越紧。它越挣扎，那张网就把它勒得越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越挣扎。好，那我们看一下越 means more。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中文越说越好。它的中文越说越好。The more he speaks Chinese, the better it becomes. 他的中文越说越好。好，那这个狮子呢，他越挣扎。好，我们来看一下挣扎。挣扎就是 struggle, 挣扎。好，他越挣扎，那张网就是这个罗网。那张罗网，这个 measure word, 我们可以用张。那张罗网。就把它勒得越紧。好，我们来看一下勒。勒就是 strap tight, tighten, 越勒越紧。就把它勒得越紧。那紧 means tight, 紧。好，那我再来读一遍。它越挣扎，那张网就把它勒得越紧。狮子见逃脱无望，就怒吼起来。狮子见逃脱无望，就怒吼起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狮子见逃脱无望。好，见就是看见 ，realize。好，狮子见逃脱无望。好，我们来看一下逃脱。逃脱就是 to flee。逃脱无望，无望就是没有希望。这个无就是没有，望就是希望。Hope, there's no hope to flee. 好，那狮子见逃脱无望，就怒吼起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怒吼。怒吼就是 roar, 怒吼。起来，起来。We put 起来 after a verb, it can mean began to do something. 好，怒吼起来。He began to roar. 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狮子见逃脱无望，就怒吼起来。那天老鼠恰好也出来觅食。那天老鼠恰好也出来觅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天老鼠。好，那天就是 that day。老鼠恰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恰好。恰好 can mean by lucky coincidence。As it turns out, exactly. 好，那在我们的故事里呢，这个恰好 means by lucky coincidence. 好，那天老鼠恰好也出来觅食。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的朋友恰好也在这里。我的朋友恰好也在这里。Luckily, my friend is also here. 我的朋友恰好也在这里。好，那天老鼠恰好也出来觅食。好，出来就是 go out。觅食我们说过就是找食物 ,to find food。好，那天老鼠恰好也出来觅食。他听出这是狮子的声音，就立即跑到了出事地点。他听出这是狮子的声音，就立即跑到了出事地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听出，好，听就是 listen, 听出 ,recognize, 他听出。好，那他听出这是狮子的声音。好，声音就是 voice。好，他听出这是狮子的声音，就立即，好，就是 then, 立即
好，立即就是 immediately， 立即。好，那立即就是立刻，是一样的，都是 immediately， 立即立刻。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对不起，我没有立即给你回信。对不起，我没有立即给你回信。Sorry, I didn't reply to your email immediately. 对不起，我没有立即给你回信。好，那这个小老鼠它听出这是狮子的声音，就立即跑到了出事地点。跑就是 to run， 跑到了出事地点。好，出事地点，出事地点就是 place of accident。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他听出这是狮子的声音，就立即跑到了出事地点。他看到狮子，对狮子说：“狮子先生，别着急。”他看到狮子，对狮子说：“狮子先生，别着急。”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看到狮子 ，He saw the lion， 对狮子说：“好，我们会说对谁说？”对狮子说，狮子先生，先生就是 sir， 狮子先生别着急。好，别就是 don't， 别着急，着急就是 to worry， to feel anxiou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快要迟到了，他很着急。快要迟到了，他很着急。 He was about to be late. He was anxious.快要迟到了，他很着急。好，那他看到狮子，对狮子说：“狮子先生，别着急，我很快就能让您出来，请别动。”我很快就能让您出来，请别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很快，很快，快 literally means quick， 很快就是 very soon。我很快就能让您出来，能就是 be able to， 让 to make， 让您出来，出来就是 go out， make you get out。 好，我很快就能让您出来，请别动，请别动，还别还是 don't， 动，动 here means to move， 请别动。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他看到狮子，对狮子说：“狮子先生，别着急，我很快就能让您出来，请别动。”最后，小老鼠咬断了绳子，救出了狮子。最后，小老鼠咬断了绳子，救出了狮子。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还是 eventually， 小老鼠咬断。好，我们来看一下咬断，咬断就是 gnaw through。咬断。好，那咬 literally means to bite。 好，那小老鼠咬断了绳子，绳子就是罗网上的绳子，这个就是绳子， literally means rope， 绳子。好，咬断了绳子，救出了狮子，救 to save， 救出了狮子，就是狮子最后出来了，救出。好，那我再来读一遍。最后，小老鼠咬断了绳子，救出了狮子。从此，狮子和老鼠成了好朋友。从此，狮子和老鼠成了好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从此。从此就是 from that time， 从此。那从 means from， 此 means this。 好，从此狮子和老鼠成了好朋友。成了，成了就是 become， A 成了 B， A becomes B。 好，好，那成了，成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辆房车成了他的家，这辆房车成了他的家。 This trailer became his home， 这辆房车成了他的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房车。房车就是 trailer， 可以在里面住。好，那房 literally means room， 房，房车。好， the Mandarin word for 车 cars
是辆，一辆车 a car。好，这辆房车成了他的家。好，那从此狮子和老鼠成了好朋友，成了好朋友，好朋友 good friends。好，从此狮子和老鼠成了好朋友。Now we are going to tell the story again by looking at some pictures and a new vocabulary. We don't need to say the exactly sentences in the story.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Now let's get started. 不小心，不小心，捉到，捉到。有一天，一只小老鼠不小心被狮子捉到了。有一天，一只小老鼠不小心被狮子捉到了。球，球，放，放。这只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这只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将来，报答，并且说，将来一定会报答狮子的。并且说，将来一定会报答狮子的。根本，得了。狮子根本不相信小老鼠能救得了自己，但是他最后还是把小老鼠放了。狮子根本不相信小老鼠能救得了自己，但是他最后还是把小老鼠放了。觅食，觅食，陷阱，陷阱，罗网，罗网。有一天，狮子在森林中觅食，陷进了猎人的罗网。有一天，狮子在森林中觅食，陷进了猎人的罗网。月，月，勒，勒。狮子越挣扎，那张网就勒得越紧。狮子越挣扎，那张网就勒得越紧。逃脱，逃脱，怒吼，怒吼。狮子看逃脱无望，就怒吼起来。狮子看逃脱无望，就怒吼起来。恰好，恰好。那天小老鼠恰好也出来觅食。那天小老鼠恰好也出来觅食。立即，立即，他听出狮子的声音，就立即跑到出事地点。他听出狮子的声音，就立即跑到出事地点。着急，着急，他看到狮子。对狮子说，别着急，我很快就能让你出来，请别动。咬断，咬断。小老鼠咬断了绳子，把狮子救了出来。小老鼠咬断了绳子，把狮子救了出来。从此，从此，成了，成了。从此，狮子和老鼠成了好朋友。从此，狮子和老鼠成了好朋友。好，那现在我来读一遍狮子和老鼠没有拼音。Now I'm going to read the story without pinyin provided. 狮子和老鼠。有一天，一只小老鼠不小心被狮子捉到了。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并说将来一定会报答狮子的。狮子根本不相信老鼠可以救得了自己，但是它最后还是放了小老鼠。一天，狮子在森林中觅食，陷进了猎人的罗网。它越挣扎，那张网就把它勒得越紧。狮子见逃脱无望，就怒吼起来。那天，老鼠恰好也出来觅食。
他听出这是狮子的声音，就立即跑到了出事地点。他看到狮子，对狮子说：狮子先生，别着急，我很快就能让您出来，请别动。最后，小老鼠咬断了绳子，救出了狮子。从此，狮子和老鼠成了好朋友。好，那现在我们来回答问题。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s。好，第一个问题。有一天，小老鼠不小心被谁捉到了？有一天，小老鼠不小心被谁捉到了？对了，有一天，小老鼠被狮子捉到了。被狮子捉到了。好，那第二个问题。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狮子放了小老鼠了吗？小老鼠求狮子放了它，狮子放了小老鼠了吗？对了，虽然狮子不相信老鼠可以救得了自己，但是它还是放了小老鼠。最后，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狮子怒吼起来？为什么狮子怒吼起来？对了，因为它陷进了猎人的罗网，它感觉到逃脱无望。因为狮子陷进了猎人的罗网，它感觉到逃脱无望。好，第四个问题，小老鼠最后是怎么救出狮子的？小老鼠最后是怎么救出狮子的？对了，小老鼠咬断了绳子，救出了狮子。小老鼠咬断了绳子，救出了狮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That's for today.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I hope that you like this story. 也希望你听懂了这个故事。I hope that you understand this story.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and then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for future video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for this channel. There are HSK 1 to 2, HSK 3 vocabulary video courses available at our website sismandarin.com. They can help you with your Chinese vocabulary learning. 好，那谢谢，我们下次见。再见。Thank you. See you next time.